嗨，我是 Rayden。我在冷聊Couture呢，已经工作了差不多十年。我的工作呢，就是选片师。当你们跟摄影师有一个美妙的一天，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到底要决定用什么样的照片去放进相簿，这时候选片师就会帮你们去进行筛选，去教你们怎样把最漂亮的照片组合放来呈现在你的 album 里面。当然我们后面要做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好像有些新娘子他们想要是说自己看起来在照片里面比较瘦一些啊，又或者是说可能比较年轻一些啊，我们进行这些修饰就可以帮你们去完成你的梦想。然后当然我还要跟一些supplier 啊，就是一些工厂相册的工厂去进行协调，然后给你们最好的材质去选择你们要的 album 的内容。同时我也会在照片的部分给一些顾客一些意见，好像在拍摄的时候有些顾客可能他觉得他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这些我也会给予协调。时不时都会要有一些新的 idea， 怎么说呢，就是好像例如一些摄影的方面啊，又或者是相簿的一些设计啊，都要有一些创新和灵感在里面。就这份工作呢，还是有一些时候时间会比较不那么的固定，而顾客的时间往往都是你可以去配合他，他们也比较难去配合得到你。当如果是说今天一个顾客他拿了一本很漂亮的相簿，然后他在结婚当天他秀出来给朋友看，每个朋友都说哇你的相簿又或者你的相片很漂亮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顾客他们心中会充满喜悦，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会跟你说一声谢谢。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真的那一种满足感并不是随便都可以得到的一种满足感。Hello， 早安，我是 Rayden。 OK， 我们现在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一整天。昨天有顾客 virtual appointment， 看了很多 gown， 就是我们在电脑的前面秀他一些 gown， 所以现在这里也挺乱的。OK， 所以现在我们整理整理一下，把这些 gown 放回原本的地方。这些要放去楼下，所以我们把它带去二楼。走吧。OK， 现在要来一些 WhatsApp。顾客，所以我现在要看一些照片的 layout。Rayden， I'm gonna write the question now。这应该是很容易吧？没有，他跟他不熟，全部写不知道。不会，我的答案全部，我的答案应该都是怪怪的。这个哈，谁答过哈？他答过。越讲这个就越压抑。一二三，他的 La Belle 公主。哦哦 ，I know， 刚才讲过了，所以没有听。我没有听。OK， 一三二一，举起。哇 ，I'm impressed。Everybody， except Bundy got it right。林子，哇，林子，你要被死了！因为OK， 这个是不是你们会剪接的是吗？因为这个我没有把它在 setting 算进去。没有，我们不会剪接，我们会。这个林子那边我看到，能不能看到那张图？给我再写。
不用啦， Rayden 会记住的。不用，一定。Rayden 会讲 ，OK， 不用紧。我应该写八加二哈。一定会有几个错的。你猜题。哎，我自己都不懂答案怎么办？就考默契咯，看谁了解。OK， ready， 一、二、三。What does he like to do in his free time？ 他有心痛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哎呦，还有很多嘞，很多嘞。哎呦。OK， ready。我可以写几个嘛？啊，你们有答对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啦。可以，可以啦，可以啦。OK， 一、二、三。啊，滑手机，我看他打手机。打手枪啊！滑手机。哎呦。是不是错到最离谱的？哇，看是错到最离谱。好像 Sam 是最说，是错到最离谱的。我一天才睡不到六个小时。啊，比较厉害，两个都说看电影拍照。哇哇！哦，原来你，因为我是约配文嘛，我约配文。哎、然后他整天拍他老婆嘛，对不对？对。那这个呢，其实是配文。还有谁？很多人啊，很多人都有中啊，只有阿 Sam 错到最离谱。OK， 第三，最怕什么？欸、这个我不懂嘞，我自己。我懂。哦，我懂。你是讲吃的东西啊，是吧 ？Anything。OK， ready， 三、二、一。咖喱，咖喱。名字，老婆，咖喱给你们摆个，我怕老虎，怕算谁对来？你自己讲。两个都算对了，怕老婆的错。怕老婆，那你可能会承认呢。很多人都答。怕老婆是黄衣那个。哪一个？黄奕是哪一个？好，第四。他生气。What is the worst thing about him？ 我们讨厌他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我都没有办法回答吧。啊，你应该知道。不懂嘞，我不懂哎。这个应该是我来回答。一二三，举起。刷手机。林志祥写的什么？按电话，按手机。Love him， 哇哦！这个没有按错。佩文、梅姐、美玲都写按手机。Actually， 我有多一个答案呐、啊。我的答案就是，所以应该是要那个李奈来写正确答案，是不是这个？我不懂啊，这只是我的 feel 哦。Apparently nobody feels me 啊。啊，我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我最讨厌 Rayden 的是什么？他每次被做苦工都会做很 funny 的声音。他化悲愤为力量啊。欸、我不知道，我做居民会。林奈，你 demo 那个声音给我听，我没有听过。不要，不要，你叫他 demo 给你听。他很抓马啊，他很抓马king来了。我们刚才应该写他绑车的时候很像打五。So number five, what is the best thing about him？ 哎，这个也我不可以写了，这个。为什么？你觉得你最好在哪里？但是我要讲看是谁是对的答案。一、二、三，耶！你好 ，What are you doing？ AM。哦，他没有掉自己没有。哦，脑好，他的脑很好玩，他的想象力很好。啊、哦，乐意助人，对不对？哎呀 ，That's my。对吧？对吧？看 next 啊，快快 next 啊，没有啊，我完了哈。海水啊，海水啊。哦耶！OK。